来到柯姐姐带你看展览。那么我们今天来到了蓝色港湾的央美术馆，来看一个重构对话的展览。那么今天的艺术家是台湾艺术家王德瑜，这是一个关于空间体验，包括人与空间美术馆关系的一个展览。然后如大家所见，我已经要被挤扁了，那么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。